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平庭三义明朝一条龙 1.0 全收集任务生侠旗长香宝箱飞猎手潮汐自系生蝶蝴蝶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批的话还是来到荆州城界下方进一个锚点。好，那到这里之后往我们的东方向啊，地图右边，你从这边走。这边一直走到这个围墙边，哦，翻上围墙，然后往东北方向，地图右上角这边往前飞。小地图上深峡的位置，这里飞过来。在前方那个房子的房顶，哎，中间这里有个洞啊，这个洞穿过去，拿到这个深峡。拿到神匣之后往东方向地图变，这边走出来，打开伞翼啊，往下跳。好，那跳下来在这里有一个朴素奇长箱锦旗用。捡起来这个奇长箱，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上角这边有一个 NPC 叫四下啊，和大家对个话。好的，那这边对话完之后感知寻找礼物啊，我们来感知一下。好，这里的话它要我们穿过瀑布啊，我们就跟着任务指引走。跟着任务指引来到这边第一棵树下，好，然后在这个狗的这里点击挖掘，能挖出一个朴素奇长象来上用场，捡起来这个奇长象，然后我们再跟着这条狗啊，再跟着这条狗。好，这边过来点击挖掘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往上爬。好，这边是做这个做菜的啊，等一下啊，这个好，这里的话你可以做个烤串啊，做烤串或者说做鱼汤啊，你没有鱼汤就做个烤串就行了。好，那然后我们在这边点击坐下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啊，往东方向地图变，这边往上走。来触发任务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再继续跟着条狗走。好，这里点击一下挖掘，这边是怪，继续跟着他走。好，这里挖出一个宝箱，拿到大之外的时候，然后把旁边这个被你这个什么给大家捡起来啊，捡起来之后跟着他走啊。好，这边把这个石头炸开。好，这里完成之后，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啊，那边还有一块石头，那我们跑过来，在我们右手边把这个矿物啊捡起来，捡起来之后我们过来把这块石头炸开，这里面是一个基准奇长箱，拿到它，好像拿到之后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往上走。好的，现在要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往上爬。好，这边把锚点顺手开一下。好的，再继续往上走。好，这边是解开什么字谜啊，我们去到这个任务地点。好的，然后再跟着任务指引过去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这个南方向地图下方啊，这边这里有一个细身蝶，来摸一下这个蝴蝶。把这蝴蝶送到位。
好，就蝴蝶送到位之后啊，那我们要爬上前方那个地方，爬上前方那个山，直接我们飞回来，飞回来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往上爬。好，去这里开爬，注意体力。好，别急，这里稍微等一下再往上爬，等一下体力啊。好，这样的话这个过去即使明天前就完成了。不要着急去开这个锚点啊，不要着急去开这个锚点，等会儿这个任务会带着我们去开的啊。你现在爬的话，等会儿你还得再爬一次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东方向，东方向地图边，从这里往下跳。这边跳下来。好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一直往东方向地图边，这边走到悬崖边 A。怎么强制转我视角啊？一直走到悬崖边，然后现在我们再继续往东方向地图边啊，这边跳下去。前面有一个细身蝶。好，过来摸一下。好，摸了之后我跟着他走。好，给他送到位，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跳下来。岸边这里有一个，这个叫潮汐之一啊，我们来把怪清一下。好，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奖励，酬劳。拿完奖励之后往北方向地图上方，北方向地图上方啊。这边在比较高的这个山左手边啊，这里我们从这里绕一下。别着急跑过去，别着急过去啊，掏出枪手角色。飞猎手又来了。好，看到他的位置。一手偷袭。诶。哎呀，这飞猎手干嘛呢？找一下。给他突袭了。好，那打了之后我们再回去做这个鹰杖仪的挑战啊。好，这里挑战完成，拿到这一个基准骑枪箱启用。拿到这个骑枪箱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，这里我们沿着海岸线，沿着海岸线往前走。注意我们左手边啊，随时注意左手边。那转注意这个走到这个山没有的这个地方啊，西方向地图左边是上面这里一个潮汐之仪上来。好，把这些怪清掉。好，清了怪之后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，还想用场。拿到这个奖励之后打开我们的地图，我们来到这个黄缆泪书啊，这一个锚点。这个的话是做主线任务的时候一定会解锁的啊。好，那过来之后把视角转到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，我们走过来往右拐，沿着路啊往右拐。好，这边往前走，在前方有一个假山，走到假山这里。那在假山的右手边这边有一个柱子啊，从这些柱子往上爬。好的，爬上来，然后低头看，在我们的西南方向低处左角这边，这里跳下来。我在这里一个基准箱箱，拿到它，拿到它之后打开地图传送回去。好，这里传送回来，把视角转到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，从这边往前走。好，那走到前方这棵树啊，这棵树这里。好，在这棵树的北方向地图上方
这边往前啊，这里走过来，在这个这个斜着的这个柱子啊，这底下一个朴素行囊箱捡起来之后，再打开地图，我们再传送回去，在它相对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啊，相对的位置还有一个朴素行囊箱啊。好，传送回来之后，我们这一次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个方向走。刚才那个地方的相对应的位置，这里又一个朴素奇藏箱，有机会派上用后，捡起来这一个朴素奇藏箱，然后把视角转到我们的东南方向，地图右下角这边跳下去，跳下来，来到这一层，往前走，这边是有一个帐篷里面一个朴素奇藏箱，捡起来就收获。捡起来这一个朴素奇藏箱，往西方向地图左边，这里走到这个悬崖边，然后直接往前飞。锚点别着急，先直接往前飞。在这边这个建筑的顶部，这里有一颗深峡。好，过来拿到这一颗深峡。拿到深峡之后，我们再回头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里飞回去开锚点。好，锚点打开，然后打开我们的任务列表，找到过去解释明天后最终目标。好，这边是等到第二天啊，我们把时间调整一下，调整到次日随便一个时间都行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，沿着路往上走，但是别着急啊，走到这边路灯，这一个路灯啊，然后在我们的右手边这里有一个细针碟，摸一下，跟着它把它送到位。好，那它到位之后，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，这里有一个山上有一个飞猎手，我们从旁边啊稍微绕远一些爬上去，这里要偷袭这个飞猎手。好，那掏出枪手角色，好，那偷袭成功，再往东方向地图边跳下去，任务地点过来和 NPC 对个话。好的，那我们对话完之后，跟着任务指引往山上走。好吧，接着继续往山上走。沿着路走就行了，沿着路往山上走，转过来。再继续转，果然触发任务。好，继续沿着路，这边会路过一颗深峡。好，在这里跳下去拿到它。好，拿到深峡之后，我们在这个东南方向地图下面，我们直接爬上去啊，这个任务指引的地点，我很怕。好，这里触发，然后往我们右手边啊，这边要爬上去，在那个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里，从这边往爬。上来的话可以顺手开锚点。好，把锚点打开，然后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过来，这里有一个机关，点击激活它会喷射出一个钩子啊，你直接勾过来，你也可以直接跳啊。那走到这里，我们先不要往上走，往我们左手边啊，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有条路，这条路走过来，这里有一个精密奇藏箱，捡起来，酬劳就捡起来这一个精密奇藏箱，然后我们再回去跟着任务指引往上走，从木板这里往爬。好，旁边这里有木子楼梯。好，然后在我们左手边
好，接着再往右跳上去。好，继续往上爬，这里要一直爬到顶端啊。注意体力啊，直接爬的话注意体力，不跟着他的路走。好，这边直接往上爬，爬到这顶部之后，这里我们先跳下来啊，跳下来在我们的这个西方向，我们先过来开锚点啊。开了锚点，然后去触发这个什么任务啊？这任务一定要跟着它的流程，好吧？然后再继续爬上来，在这个亭子里面啊。好，那亭子里面我们对话完之后，这边有个箱子啊，点击查看。好的，那这样任务就完成了。完成之后，我们往北方向流苏上方这边走出来，走出来之后我们回头看，在这个亭子顶端有一颗深霞，上来拿到它。拿到这一颗深霞，然后往东北方向啊，地图右上角这里我们飞到对面这个比较矮的这个山的山顶上啊，有一个辉光奇藏箱。好，跳过来拿到它，有机会派上用场。那拿完这个奇藏箱，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，从那边往下跳。好，那跳下来不要落到最底下，打开风，打开这个闪翼啊。在上一批我们做的那个青刃奇侠那个任务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，这里的话是威力加强版啊，它就是奇二，当时奇二的位置啊，这边是威力加强版啊，这个是奇三啊，奇二的位置也有啊，奇二的位置是在这里啊，这里。那这个的话我们放到之后再说吧，这里也有一颗深霞，放到之后一起拿啊。这里的话顺路我们就把这个先拿掉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点击启动挑战威力加强版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往前飞，前方这里有个弹弹菇，飞到弹弹菇这里，记得把你的钩索放出来啊，把你的钩索放出来，记得啊。好，然后继续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继续往前飞，这里有个像箭头一样箭头啊，这里有个箭头，我们直接站上这个箭头，它会把我们传送到另一个地方。那现在我们再往这个平台啊，这里直接往前走，一直走到主前方。好，走到主前方，然后跳上我们旁边这个管道啊，从那个管道走到最前方，一直走到这里最前方之后，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那边有一个弹弹菇，我们要去到那个弹弹菇的地方啊。我们从我们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过来，上来这个其中这个吊臂，然后从这边走，左边走过去啊。好，跳下来，来到这个弹弹菇这里，让它把我们弹起来。弹起来之后，在西方向地图左边往前飞，这边这个平台这里有一个弹弹菇。好，来到这里弹起来，然后在北方向就上方这边这一个。好，这个弹起来之后再往西北方向啊，就这条路这边走。所以我们走的来到这个房子的房顶啊，来到房子房顶，然后在北方向就上方啊，那边有一个弹弹菇，这里我们跳起来冲刺，然后钩索啊，跳起来冲刺钩索、啊、好，直接往这边飞。好，飞到这个弹弹菇这里弹起来，然后使西北方向地图转角这边又有一个弹弹菇飞过来。好，不要着急，让它自己慢慢的往下落，弹起来啊，然后打开闪翼，经过这个风圈，然后这里爬上去，这就来到终点了。好，到终点这边就会出现一个精密奇藏箱，捡起来有机会派上用场。好，那捡起来这个奇藏箱，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，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啊，大家拜拜。